随着西北太平洋上第十八号台风山陀儿，它的暴风圈逐渐扩大，目前它的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巴士海峡。而如果台风未来的强度预测的移动的方向和速度跟我们预估的一样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山陀儿台风下午两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鄂伦比东南方大约430公里的海面上，由于它未来的移动速度并不快，所以目前我们仍然只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随着它的靠近，海上警报区域就会越来越多。至于未来的路径如何，我们从路径前世预报来看，前世预报上显示，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台风依旧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然后不太快，大约每小时9到10公里的速度移动。一旦移动到南边海域，我们预估在星期二，也就是1号早上的时候，开始有机会向北转。我们纵整所有台风预报指引，这是我们认为最可能走的路径，官方路径预估1号早上逐渐开始有向北转，然后之后会以比较贴近花东沿海甚至近海这个这样路径逐渐向北北东的方向移动。所以可以看到它在明天接近星期二星期三依旧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而且台风的暴风圈随着台风在接近，暴风圈还是会扩大，强度也会在增强，所以请大家千万要小心，这台风即将要影响我们了。这样子来的台风当首当其冲影响的地区还是东半部地区，但是海面上则是台风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开始会有风浪以及长浪的现象。我们预估就以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浪波浪的浪高预测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开始除了北部海面以外，其他各海面都在2公尺2米以上的浪高，其中在巴士海峡东侧以及我们东南部海域的浪高会到3米以上，兰屿绿岛附近会有4米以上的浪高。而到明天甚至到明天晚上的时候，整个浪高墙的譬如像我们可以看到3米的浪高，你看2米浪高已经整个都扩展影响到我们周围的海域，3米浪高也在向北扩展，而且到明天早上到晚上这段时间，绿岛蓝屿的浪高可以到达5到6米左右。而且我们也预估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蓝屿以及恒春半岛开始会有长浪的现象，而且明天开始随着台风更为的，虽然是移动速度不快，但长浪的状况连南部海面甚至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都可能会有长浪的情形。至于在海面上的风力状况，我们现在看到这黄色的区域，黄色的区域是7级风的区域，通常海面上船只在这种风级之下就不太适合出海，因为是蛮危险的。这是今天晚上，明天早上，星期一晚上，海峡以及东南部海面都已经是7级风的风力的范围，这是今天晚上。至于到明天，7级风风力范围区域会扩大，另外橙色的8级风风力也逐渐的往我们东南部的海面靠近。好，当然这时候台风还都在我们的巴士海峡啊，所以随着台风再靠近，海面上风力很明显增强。同样的，陆地上也有强阵风，绿岛蓝屿现在已经有10级的强阵风，在沿海地区也有一些8级左右的强阵风。气象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大家在绿岛蓝屿会有10级左右的强阵风，然后桃竹的沿海、恒春的沿海也会有8到9级，甚至澎湖和马祖都有8到9级的强阵风，而这随着台风靠近，强阵风状况就会更显著。另外在天气方面，刚刚我们有提到东半部首当其冲会影响，今天外围的云系已经逐渐一波波移进，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些会下雨的区域，就是已经在下雨的区域，雨还会继续再下。今天的降雨我们有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在大台北的山区、基隆北海岸地区、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至于明天在台风外围环流靠近的过程中，我刚提的这些地方它还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而明天有些云会穿越山脉啊，所以在桃园以北的地区，还有南部有些地方，甚至西半部有些山区，还会开始断断续续下雨。好，台风最靠近的星期二、星期三两天，我们可以看到降雨的预估状况。所以它靠近整个地，像中南部虽然平地它的雨是比较少的，但其他各地其实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尤其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
以及中部山区可能还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在其中东半部地区和北部的山区会出现豪雨上等级降雨。至于星期四，台风虽然慢慢离开，但是在上半天它的外围环流依旧影响我们。那当然，它到时候主要降雨区域在西北部，也就北部这些地方会是主要的降雨区，雨量状况则会是台风到时候它的离开的角度和速度而定。而另外在星期四所下的雨，因为台风逐渐离开以后，北方开始有些东北风带来一些凉的空气，所以北部、东北部和马祖的温度会稍微下降。北部、东北部高温大约在26度左右，马祖大约25度左右。在低温部分，预估在中部以北、东北部还有马祖大约是20度到21度左右的低温。然后隔天的清晨，其他各地的低温会少变得比较凉一些些。最后还是要提醒哦。虽然大家刚刚都看到我们官方预报的路径以及所做出来的风和雨的预报，但是一样提醒，在台风逐渐往巴士海峡我们南边海域靠近的过程中，星期二到星期三，星期二我们开始认为逐渐的向北转，那现在所看到的所有预报参考指引，在星期二到星期三这段时间，有些路径真的是向北转，但是也有些资料显示它在星期二事实上并没有向北转的迹象，它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靠近，要到比较晚的时间才会向北转。那么比较晚的时间向北转，就会显示它台风暴风圈影响到南部的时间甚至几率就会比较高。所以一旦如果我们看整个大气变化以及台风实际运动，如果所预估的路径会比我们现在预报还在往陆地靠的话，南部地区它的影响会比我们目前预估的还会再更为的明显。